碍事人等给我闪开。是啊。烦了，我被这个打死不知名的东西。哎，听，为什么死掉两个？哇！哇，小雨要拿一杀哦！超烦！碎碎！哎，我一只新手居然能拿到七杀一死，一死死在不知名的东东上。靠背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黄黄怎么了？你要不要加个妹？嚯！加速超强的。OK。石头不要打这一局。我嘞，变成他也要打哦。那我凑五个、啊、没关系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他才打上路吧？莫菲特。那你有莫菲特？我就是用莫菲特。我觉得他这局很烂。我有两次的话，这样更配。不要这样，这局让我们可以投诉。开玩笑。绝对不是。我肥了。我开始要肥了。所以我要锁脚哎，我忘记要锁脚哎。嗯，要定脚啦。完蛋！我要进哪一只啊？我想再进。我想进牙术哎。哈特。啊我要拿什么打 AP？、啊、好了好了，进牙术哦。
不要吧，你进那个什么啊，随便你拿，看你要进什么任务。会吗？我觉得很少很少人玩的。我找一下勒布朗，等我一下。啊！我要死啊！要死啊！就这么爽快的进勒布朗。Hello， 为什么不先进来吗？拉什么？朵拉卡。算了，随便压速随便。怎么那么爽快？别进一定要压速。我先进绝王压速。他们被缠住了，也不能来自用。同一条路的角色。不要给我金丝头人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天啊，林克少好不好？我觉得要守在我林克少。要不要拿一只呢？不的，你觉得？不要。机器人好不好？嘿嘿。啊，死掉。不过奶茶。没技能。这个机构上的。哎，等一下我查，我现在先查一下。哦。新角色了。哇，对面这个角色，我猜，我觉得有一只是其他不用进。啊，对面怎样？我觉得他进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在玩呢。对啊，有啦。上路那两只啊。上路那两只没有吧？我很想要打说关你什么事？小雨，哎靠别！我买到两瓶水。玩卡特比较有信心。看到就这么豪爽的水下去，小雨先让他跑，先让他跑，我们去打哦。小雨，我应该进机器人，我应该进索拉卡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面没玩索拉卡，我也觉得没差。安妮，怎么办？我就那个登机车。他说什么啊？听不懂。我后面有小安妮。他投五啊！他投五比我早啊！我对方投降了，全部都输，然后就投五投二。那你几小时你就会退牌？如果是我，我可能赢一场会是同一或是银牌的。你？你敢承认吗？你确定你有这种力量吗？你来打呗。对嘛，你下去好了，下去打你，我要去下面。好了。对，你们要去下面啊？我想去下面。要不然他们去下面好不好？我们在打鸡鸡，我们在打鸡鸡。你们在打积分，吼。欸小雨，你怎么从刚才就一直在不说话啊？啊？什么？你从刚才干一打二哎，干嘞七八哎，哎，可是你还十杀哎，哎零死哦。你十杀零死哦。干七八一打二。大家在啊？哎，至少我那一场没有再雷你了，好不好？改是你跑去山路，好吧？怎样？怎样？至少我没有雷我们队，这样可不可以？这样的答案你是否接受呢？这样答案你是否接受？
但还不是上路的烂麦麦克牙是在给力，你就刚才可以去捡捡的山上的。屁呀！哎、欸，我只是帮忙而已、欸。帮忙就不小心捡到了啊！帮忙，捡不到嘛？怎样？至少我打的很给力呢。是啊，有不用给力嘛？一打来看看。一打我不行啊！我之前中路就不行了，还一打二。干，好险！对面没有这一局，要不然我要一打三靠边。哈，你那么强，一打三当然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啊。哦、你那么的强，你那么的粉强。哎，拍手！我要点说，我不小心点到，开心。哎，都，哎，我想要玩阿里，可是阿里或者是义大，可是义大又被选走。A demonstration to the arena. 啊。一样继续跟小雨培养感情，你说好不好？小雨，你说好不好？什么东西啊？我陪你加入啊。那个长山赵子龙赵信超帅的，帅有用吗？啊？帅有用吗？啊？就只是看他帅而已，可是没有意愿想买。哎、欸、你，哎、欸、你选哪一只哦？哎、欸、这一只好玩吗？因为我其实有点想要买这一只，因为我之前有跟到对到这一只，啊觉得很帅。啊好玩啊！他的攻击很帅。现在要练这一只啊？嗯，哎、欸、不知道这一只怎么出？哎、欸欸、你确定你要？练吗？你确定你要练那一只吗？你确定不玩你的？好炫啊！嗯，艾希吗？嗯，好厉害。可是你艾希比较强啊。看完这次很屌，信不信？我信啊。所以你就陪我加入，因为我就是有看过有人玩那一只，觉得那一只好像很好玩，所以想买。把这只练到钻金五，就是。哎、欸，那一只的话，它是跟艾希一样哦。没有，它不一样，招式都不一样。我是说，它属于艾希射手还是法师？拱手啦。那就跟阿艾希一样，精英计划一大师，郝云杰，郝云杰不是射手吗？郝云杰枪手啊，还有那个啊，吉英克斯啊，吉英跟浩良，哎、欸，那个精英计划一大师到底是要干嘛？怎么了？不知道。精英计划。哪里啊？那只是造型而已吗？哦、造型啊，就只是那个单纯的造型。对啊，买多票。那为什么还要买啊？不是只要好看就好。虽然说我知道有人会为了好看而去买，可是我不会为了好看才去买，因为我不会。如果造型有附赠效果的话，我才会去买。小雨加入啊！嗯，走、哦。下来啊！是什么啊？操！我忘记买侦察守卫。